今天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大事情。你想要什么奖？你偷偷告诉我。只有他身上有的点，最能哭奖，自拍很好看奖，对应之王奖，八卦奖。谨慎一点啊，有深度一点。我们这里谁有最有深度？最具理，勇敢的勇子奖。哦，这个适合。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呢。有请，拿，不要说了。有点干净，不对啊！超人了，超人了，超人了！真的吗？你接受吗？不接受。